开箱新年前最后一批的草莓，肯定可以留到初一、初二、初三。真的是收到啊，真的是太伤了了。通常现在这个时候是给自己吃的，因为这东西差不多整千块啊。是什么呢？麻辣狗狗肉。对，看那个包装，它的味道冲出来了，看到吗？哇，好滴，好料吗？哇，美丽，都美美的，你看它的叶子都是新鲜的。还有这个钻石草莓果是大家喜欢的，常送大力吗？喜欢吗？喜欢，很大力。哇，这个是限量，这个比较经济的预定款，大家都吃得起的。还有对。哇，这个也是麻辣果果肉。Yes， 已经有人预定了，都是疼自己的。对自己好的，哎，还有一个是送妈咪的，太好了，这个。这个也是钻石草莓，钻石草莓都是开箱的。Yes， 还有什么东西？也是一样，钻石草莓，还有这一个礼盒装，今年最大卖就是它，因为它100%全甜。这是什么不一样呢？这个是那个 Gold Box。哦。Okay， 这个已经 sold out 了啦，不要问了啦。1, 2, 3, 4, 5, 6。这已经 sold out 了，不要问。现在有的是可以给你们这个跟这个而已。它是Gold Label，很漂亮。这个哈，顾客等了它2个星期哦。要预定啊。Yes。我们还有接收这些预定单，只是新年过后陆陆续续来货了。如果大家看到喜欢的，可以骗我们留货啦。是的，然后这个千万不要错过它，还有一盒不懂谁是幸运的那一个嘞。